首先给您拜年，祝您鼠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首先来看到鼠年到来，纽约最大规模庆祝中国新年的大游行在法拉盛盛大登场，各族裔民众共度佳节。我们随记者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热闹的过年气氛。鼠年第一天，在法拉盛黄历新年游行是如期登场。虽然现在是下着雨，但是温度可以说是往年来最温暖的一年。而且呢，看到在道路两旁已经挤满了现场围观的民众。游行打头阵的队伍是来自美国联邦纽约州纽约市的民意代表，他们与游行主办方并肩而行，展现出美国主流与华人文化的共融。除了对文化的一个尊重，也就表示说他们相信我们火拉行是平安的，相信我们火拉行是平安的，跟我们站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时候由于武汉的这个疫情，导致于现在市长他们每个人都要来的时候，我会很感激。今年的黄历新年游行有超过50个团体报名参加，总共30多辆花车，包括社区组织、侨界团体、医疗健保公司、金融机构等。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希望大家小心啲哦，要自己顾住自己嘅身体系最重要嘅，平平安安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鼠年的吉祥话此起彼落，财神爷也大驾光临，人人笑语盈盈，互道新年快乐，让法拉盛年味十足。很有特色，以前我没有看过，我看看这个游行队伍很壮观。美国政府可能要把这些预防这些措施，我们相信做得最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信心出来参加这个。气势恢宏的乐音由远而近传来，一如往年，法轮大法的队伍再次受邀参加。在此佳节，天国乐团为民众送上颂宝、法轮大法好等真相福音，并率领着一支支亮丽夺目的队伍，阵容庞大，绵延法拉盛市中心缅街，包括法轮大法好方阵、舞龙舞狮队、彩旗队、花船队、退党服务中心队伍、腰鼓队等，与民众共襄盛举。特别过来看游行的，新年嘛，庆祝中国新年嘛，新年快乐，大新年是吧？美国第一大华文媒体大纪元新唐人媒体集团的花车亮丽登场，花车上是新唐人电视台中英文新闻和节目的当家男女主播主持人，各个盛装打扮来到社区跟各族裔的民众互动拜年问好。每年都来看特别好，在 Flushing 有这么多人都来参加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It seems like it would be pretty authentic, and that there'd be a lot of people that would be really into it, and that's exactly what we're finding. It's beautiful. 新年快乐 ！Happy New Year！ 新唐人纽约记者站报道。